古今几千年，纵横数万里，在这个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，中文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智慧和文明，为世界架起了文化沟通和文明互鉴的桥梁。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，承载着世界青年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期待，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之桥、友谊之桥、心灵之桥。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，累计吸引1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170多万名青少年热情参与。为梦中文不负韶华，爱的中文。这一次，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即将绽放天津，开启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语言文化交流之旅。天津金河枕海，大运河的悠悠古韵和渤海湾的壮阔波澜与此交汇，铺成了一幅中西文化融汇、传统与现代交织、在开放中兼收并蓄的文化长卷。渤海之滨，金姑始运，曲艺之乡，烟火万象。海河的桥，承载着城市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变迁。语言之桥，搭建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，点亮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。追梦中文，不负韶华。精彩纷呈的五大洲预赛已经结束，一场难忘的中文寻梦之旅即将于渤海湾盛放。热情好客的天津已经准备好迎接世界各国青少年，欢聚海河之畔，以语言为桥，向世界传递和平与友谊之声。桥建中国，乐享精彩。第17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4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，我们在天津等待你的到来。